那因为今天是7月1号，是青春专案的第一天，所以我们到辖区妨害青少年成长环境的 KTV 临检，劝阻这个业者不要提供青少年烟酒槟榔跟毒品。那我们今天同仁有携带警政署配发的抛弃式电击器，那抛弃式电击器也是警械之一，跟枪支、警棍、辣椒水可以混合使用，